君听着，立刻交出三叶草，否则顷刻之间将你的鸟翅膛夷为平地。哪里来的妖邪，竟敢在此猖獗？又是我，毒松大王。哼，不止妖孽，妄自称王，真是不知道世间有羞耻二字。你屡犯本境，究竟欲何为？交出三叶隐身草，大家相安无事，否则顷刻之间便将你的道场化为齑粉。妖孽无礼，休走，吃俺一枪。我真没想到这个小孩竟然如此厉害。哎呦，难怪我老猪打不过他呀。看样子他刚才没给我动真格的，否则我的屁股就被他扎漏了。你呀，光看人家名字小了就压不住火气，没想到这小孩本事还挺大的。就会说风凉话，我打不过他，你的脸还有什么光彩？这看起来还真有毒风怪人，可陛下元君为什么要说我们跟他是一伙呢？这个老钱花他就是一个小心，不记住这个事索要三叶仙草是何道理？陛下元君，你也算是上古神仙，我说一个人你应该知道。哦，是谁？上古灵怪，变化莫测，善施迷术的怪龙慎。本座当然知道。在下便是慎的弟子。哦，他是慎的弟子，就是那个刺你一剑的妖龙慎。正是。这次如此歹毒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，一架子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哎，嘘，再听听他们说了什么。哼，毒风怪，你说自己是慎的弟子？正是。真是一派胡言。数万年前，后羿代天巡狩，下界除妖，将慎、九婴和巨蝎三怪擒拿归天，关押在天庭重狱重华宫中。你以为本尊不知此事？竟在此信口雌黄。哼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我师父他老人家被魁罡法祖所救，你九婴和巨蟹早已逃离天庭来至人间。他受魁罡法祖圣旨，要取三叶草遮挡身形进入三界，故此师父才派我前来向你索要。魁罡法祖又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三叶草遮挡才能进入三界？魁罡法祖乃是天神至尊，法力无边，只因目前尚无肉身，只能够隐藏在他人身上才能够进入三界。如此做法非常危险，很容易被人发现，可如果有了三叶隐身仙草，他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引进三界之中，不被人发现。这个什么魁罡法祖竟然有如此高深的法力，为何连个肉身都没有？还需要三叶草的遮挡才能够进入三界，这岂不是可笑？哼，你这老
前佛，让你交出三叶草，你却推三阻四，问这问那。老子已经来了三次，你竟然还是说同样的话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今日交出三叶草，还之罢了，否则顷刻之间就要将你这碧霞词夷为平地。哼，无知小小，大言不惭。我碧霞元君修炼至今，历经三万余劫，位列仙班上八洞，就连玉帝、王母都要敬我三分。可笑你这下界小妖，道不足三百，经不过五旬，竟敢口出狂言，威声恫吓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今日便要尔知道本尊的厉害。来！这浮尘之上恐怕得有万斤之力呀、啊！早就跟你说过，人不可貌相。Yeah!
谢大神救命之恩。